기다리려고 그러는데
Thank you.
本人对这套太极拳的来源先说明，文殊流功道号妙真主，乃道家昆仑仙宗一代宗师，清光绪22年，岁处丙申春二月，数拜太极拳名师牛公中明为师。牛师傅初修太极拳，每日按顺序以两三招，并反复练习，牛师傅乃一等高手，曾获得张真人三方之笔录。光绪28年，壬寅10月，牛师傅严师他去，处理要事，由此一去未返。为以后，由吾一位董老师应年，董老师为当代高人，其所传者为内功及招数之变化，并传授以五行升克步伐及八卦方位，比以升克要旨，以九宫易换运行术等，并上加讲解以前制动之秘诀及招数变化之用法。文殊流功于民国38年，追随政府来台，为赡养我国固有伦理道德，在民国51年成立中国社会行为研究社，同时并倡导太极拳术。文殊每日早上4点前往台北市安东街道场，传授太极拳100种式，举凡出将、换式以及手眼身法步等要诀，莫不上加解释，并一再示范，为时大约3年外，文殊对我们所传授的太极拳，到现在我自己也不能完全领悟，也不能奉心自救，只是空架而已。不过本人到现在每日都不断的勤加练习，以求拳术之精进，今后上望同门师兄弟姊妹对本人加以指正指教，是感激不尽。太极拳与道功修炼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。文殊之时，现在是道剑合一修炼的时阵，更希望师兄弟姊妹努力加紧练习太极拳术，既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，以弘扬仙宗大道。
放两遍了，可以。嗯。